咱家宝宝长得漂亮不？这眼睛，这鼻子啊，好看不？好看。想买不？想。想买呀，不卖你们的。我这个准备呀、啊，给安去了的。香姐行不行？看看宝宝，太漂亮了。宝宝啊，一来人你就看啊、哦，看啥呀？你看他长得，彪虎的像山炮似的。哎，爸爸香香一个。哎，啊，怎么说话呢？我没跟你说话，跟小孩说话。不是我说你，就你这种家长还能教育什么好孩子呀？怎么教育不好呢？教育好啥呀？瞅你多溺爱孩子，这么点就给穿个貂。不，你什么眼神啊？你家小孩长尾巴了？看好了，这是狗。不是兄弟，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你是不是太 out 了？啊，我还看不出来是狗啊！现在养个小猫小狗不都叫大儿大大闺女啊？这么听话呢？哎，我妈妈，去，别瞎摸，摸啥呢？看你这人啊，哎，你这么抠呢？摸摸怕啥的？但你真挺可爱的，你就让我抱抱吧。可爱吗？可爱啊。500。名儿好啊，大歌星啊。对，500呀。去，什么呀？我说这个狗卖500。干啥呀，兄弟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大哥啊，这不是吗？媳妇怀孕了，说不让养狗，没招啊，必须得卖。大哥，你看，喜欢不？喜欢呢。那买不能买。我媳妇也怀孕了。啊？你媳妇也怀孕了？还说不上跟谁怀呢。开玩笑。我哪有媳妇啊？干啥？这么可爱，你叫我卖呀？嗯。现在几个人看了？实不相瞒，大哥，真就没几个。哎，你说我这狗卖的是不是有点贵呀？贵啥玩意儿啊？多可爱呀、啊，不贵。就是你卖东西啊，没有方法，没有技巧。不怎的，大哥，卖狗还得需要技巧啊。这脑袋呀、啊，全要驴踢了。来来，你不就500块钱吗？对，你把狗交给我，我帮你卖。哎哎哎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完事我给你500块钱不就完了吗？这狗交给我，我帮你卖。不是，那我呢？你去找个地方躲着看着我行吗？行吗？跟你唠这么半天，这点还不相信我吗？不管咋样，我到时候给你500块钱就完了呗。你这人啊，你看那个，你好好抱着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五百。吃亏上当，我就信你一回了，大哥啊！怎么说话呢？你对他好点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啊，保住了。哎呀呀，猫那儿吧。我就琢磨。这狗就这么可爱，就能没有人买？哎，哎呀，我这还都能卖不出去，我这……哎，听话啊！今日我在本小区丢失白色博美一只，头顶有一朵红毛，10000元，电话。500呀，看着没，都挺喜欢你的，唱一个呗，来唱。我将你心儿摘呀，看像不像500呀？试着将它慢慢融化，看我
今日我在本小区丢失白色博美一只，头顶有一道红毛，有拾到者重谢10000元，联系电话18686688686。哎呦，你说现在这人，这对狗太下本了。卖狗嘞？不至于吧？看这狗多好啊！卖狗嘞！卖狗嘞！哎，哎，大哥啊，卖狗啊？这狗挺可爱呀、啊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太有眼光了你。就我这条狗哦，哥不是忽悠你，你现在满市场看，没有，你就看这毛，是是，白不？白呀。看这红不？哎，多带劲这狗，啊，黑鼻子黑眼睛的。哎，这不会是寻狗启事那条狗吧？啊？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没事，大哥。啊。那什么，这狗是你家养的吗？不是。我哪有时间养它，头两天搁那边捡的。啊，那会不会谁家丢的呀？哎呀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流浪狗呗，流浪狗。啊，这傻小子好像还不知道呢。哎，大哥啊，你这狗卖多少钱？2000。啊？贵了。啊，那个不贵。那啥，大哥，你把这狗卖给我行不？你也不诚心买，你说你该干啥干啥去吧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就不诚心买呢？我吧，就是现在一个人就是太空虚，有点太寂寞了，买条狗陪陪我。妹子，哥告诉你，空虚寂寞，找老公找个对象陪你。卖狗这啥玩意儿？可拉倒吧，找对象还不如找条狗呢。我说大哥，你就把这狗卖给我吧，真的，我第一眼我看这狗，它就跟我有缘，我特别喜欢它。你这么的，我再给你加500，行吗？啊，2500，还给500呀？啊，啥也别说了，妹妹，你看来你是真想买这条狗。啊，必须的。那就这样，2500，这狗我就卖给你了。真的啊？点钱吧。啊，那太好了，谢谢啊，大哥。哎呀，不用点了，这正好。那个，哥，那我抱走了啊。抱好了。拿住啊。对狗好一点啊。哎呀，放心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最烦的就是虐待狗的人啊。对对的好一点啊。好嘞，放心吧，大哥，这狗特娇气。哎，啥样呗，这么大一张寻狗启事搁这儿就没看见，心眼没长全还卖狗呢。给那个打电话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昨晚睡觉怎么不脱毛衣呢？这给我扎的。我昨晚在家睡觉了吗？那我搂的是啥呀？谁到你搂的啥？你干啥去了？给你打手机也不接，也就打不通。我电话不没电了吗？电。哎，媳妇儿，咱俩离婚吧。为啥呀？你觉得你老公这个条件挣点钱容易吗？你为什么又花钱又买了一条皮围脖？不是，你看啥呢？这是围脖啊，狗。眼神呗。赶紧离吧。自己家孩子花人雇钱看，完了你自己捡个破狗抱着玩儿。你能捡到就是这么贵的狗啊？看着没，2500买的。这是什么破狗啊？还贵狗，长得跟你似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还长得跟我似的，你就找这样的？
我现在就想跟你办手续去。你想咋的？你说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你娘家跟狗有亲戚？2500怎么能买这破玩意儿呢？行行行，我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自己看。赏10000呢？啊，咋样啊？这转手净挣7500。你觉得能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哎呀，你看着吧，你给那人打个电话，丢狗那个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我非得再重复一遍吗？来来，谢谢。我打什么呀？866886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Sorry. Number is dial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Sorry. 那咋回事啊？咋的了？那咋空号呢？不是空号就见鬼了。那咋回事啊？咋的啥？你被那卖狗的骗了，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他是骗子呀！哎呀妈呀，太气人了，骗我2500呢，怎么办呢？你快想想办法。行了行了，2500让你骗走了。你怎么还这么冷静？你这样啊，媳妇儿，你听我的，你别着急。卖狗的呢？他往那边去了。嗯，你就在这待着，抱着狗待着，等我行不行？别动啊，就抱着狗待着。那你干啥去啊？你别问了，你就等着吧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这么气人呢？你说现在的骗子这么多呢？你，哎呀，我怎么能让他给骗了呢？不是以前就处对象让你骗过一回，怎么说啥玩意儿？没说你呀，哎呀，这怎么能是空号呢？1234566。哎呀，可不少2位咋的？哎，站！哎呀，妹妹呀！来！哎，你怎么还搁这儿呢？我还搁。你买完狗赶紧回家，你干啥呀？我不搁这儿，我能逮着你吗？啊？咋？你还要请我搓一顿啊？不用了，没。不是你太黑了吧？就这狗，你卖我2500啊？我咋黑了？怎么的？你卖给我的狗？谁看着了？有证据吗？我还说这狗是你自己生的呢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能掐着我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撒开啊！你干啥呀？来，把钱大庭广众的干啥呀？要不然再上派出所。来，别跟我拉拉扯扯的，干什么呢？拉拉扯扯的，有没有点素质？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你看看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推我干啥？是人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不干，他那什么？他要买呀！能把这个小狗狗转让给我吗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干啥呀你到底？大姐，你就管谁叫大姐呢？啊，大侄女儿。没事啊，你就说个价吧，我一定要得到这条小狗狗。多少钱？我。可他手不2500吗？别说了，25000可以吗？啥？25000？不是，我都买了他。你给我25000。没事。干啥呀，兄弟？我要得，咱低调。我要得到那条小狗狗。哎，25000啊？嗯，你要买那条狗？对呀。兄弟，你买狗你跟他说什么？那狗是我的。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在他怀里抱着，应该是他的呀。你不知道，我刚才卖给他的。哎，刚才谁说的不是他卖给我的？我不逗你玩呢吗，妹妹？没事，先这狗啊，我不卖了，2500我还给你，行不行？你把狗还给我吧。太好了，你想的太好了。你2500卖人家，还人2500，人家能干吗？会做事，明白。3000，行吗？3000。行了。不行。
啥狗啊？3000块钱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妹妹，就这么大一会儿功夫，你就挣500块钱，你还想咋的呀？这，那3000，哎，兄弟，嗯，就这狗，能值2500？2万5能值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到别人手里当然不值25000，但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是动物学家呀！天下的狗已经被我研究遍了，唯独这样的波梅，万白丛中一条红的，我还没有研究过。这条狗低调奢华，高雅而不孤傲，真是狗中的极品呐！正所谓，我不买死狗，谁入地狱？谁能把它买走啊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得到的这条狗正好弥补了我科研项目上的一个空白。到时候我的论文一发表，那个、是，我明白了，明白啊，科研项目。嗯，那个兄弟，你看看，能是这个狗吗？对啊，万白丛中一条红嘛，一老远这条小红毛就还我呀！啊，我就是顺着这条小红毛来到这里的啊。再说我跟你说这些有用吗？我直接跟他手买狗不就完？哎，兄弟，你看聊得好好的，你老找他买什么狗？这叫我这狗，哦、这是，嗯，你怎么没抱着呢？八妹子，你点点啊，正好3000，这狗现在是我的了。不是我吧，就是现在就钱都给你了，舍不得他。你看你干啥呢？我吧就是钱都给你了啊，特别喜欢。能不能那去拿走吧？谢谢啊，兄弟，看看是这狗不？对，咱哥俩今天有缘，咱也别说什么25000，就20000，那5000块钱。咱哥们就能给你科研项目捐款了，好不好？真是好心人呐，一定会得好报的。真是，居然为我们科研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那个话别多说了，你就现在点20000块钱，狗就可以。先等我一会儿啊，因为有好事我也要跟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汇报一下。好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好，打电话。他手机没电了。不是。他手机有没有电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你这净挣500块钱就赶紧回家乐去得了。所长吗？搞个什么玩意儿？所长吗？对，是我。我看见我们要研究的那条小红毛狗了。对呀、啊。什么？你也有惊喜啊？你也买着这样的狗了？都买回去了。啊，那拉倒吧。真的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因为我们所长已经比我先买了一步，所以说这条狗你自己留着吧。啊，媳妇儿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太有才了，我爱死你了。你还是让我死吧。你俩是两口子。才看出来呀。不是就你会骗人是不是？栽了吧！这回让你知道什么叫魔高一尺，我比你高一寸。走了吧。行，还是这么有才华。大哥呀，占小便宜吃大亏呀！这500块钱呢，我不挣了，我还是给安吉了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脑袋呀，我这脑袋纯让狗啃了我呀！就这招我几年前我都用过了，我怎么能上这当呢我呀？哎呀妈，我钱呐，最起码还比我高一寸。一会儿我挣着钱了，我比你高2寸。